了反复张大我杀来的三匹马赴迎春且在本官身上杨红啊我人来杀吧有此人来有将范夫人带上领兵范夫人念朝爱归范夫人念朝爱归范夫人快把案情禀上沉痛之余而非有一次公事又怎会有经常血汗呢大人所谓孝道人家如惨见也不抛头逢大富也不轻露面在公堂上抛头露面其心意念又怎能得无情孝道回婚啊如归十六回冤哦原来已有婆家咁你丈夫何去呢我连冤亲未了阳关春别离时候你丈夫可曾定有归期呀、啊
原来他吓死而香，怪不得你。哎呀，我不孝先君，终世道。咁你打算点啊？我信夫言罪，泪盲刀。如此说，你因何上流人世呢？只为白发哥哥，谁负人？咁你婆媳二人何以为生啊？愿做个卖发苗亲，照。孝心时孤终老，因何又会犯了毒杀之罪呢？你既是一片孝心时孤终老，因何又会犯了毒杀之罪呢？大人千
音，细想虎道人家不该招蜂惹蝶，看来你赴死之后嘛。我赴死之后吗？Thank you.
曾有一点能心，话过富贵情啊话，同方子。今日妻坐。再迎那娘，何能判案不论常，向人那柔情啊有道斟酒问题乎？既然今当系丫鬟丽香所为，你可曾敲问丽香？未曾敲问。既然今汤有毒，可又追问毒药嘅来源？未有跟查。确有来。张无疑既有必嫁之心，当有人善之人，又曾否提控垂下彩银啊？未有提控。唉，你一不敲门丽香，而不跟查毒药，三不提控淫妹，你唉，哎呀呀，莫不是你今朝代罪羔羊？Oh,
年梦梦的唱，咒我妻呀、啊。Thank you.